这里是干嘛呀？这个是捡的那个毛线。第二天，现在哪里第二天？没听说什么4月3号那天那个。啊，你这是上时间就打了吗？我4月1号打的吗？去吧去。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检测这个的一个高度，然后螺丝，它是锁螺丝是吗？对。然后就好啦。对。这不就是安全带上吗？对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要检测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，就是他的物料。我如果过了一次了，就不能再过了。然后就到这里打油，给他打了个油，然后这个也是这里打油。这是检查，那咱这个看你到时候赶紧干。到时候以后把这个砍了。多检查。这样，我把它养下来。这里还是重要的。然后这边，然后再把它拿到这里。做完了以后，它就会检测那个高度到下一个，这个还在。拉进去就可以了。他扫了一半，扫了一半物料是两边的，他一个左右的嘛，两边的。嗯。然后这样子又压的会有点偏，啊。